大家好，这里是新中美超市。我现在要买紫菜，但是我没有找到啊。我问了人了，他说就在这一块儿。师傅，那个紫菜在哪呀？煮汤的。上面。哦，上面哦。啊，这里。我这逛超市一直是低着头，只看地上有没有钱，前边有没有姑娘，从来不看上边。这个好像大一点，价钱是一样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好像大一点。紫菜，这个4块，加拿大。应该都差不多的，这个应该都差不多。就买一个吧，就买一个吧，买两个也吃不了。哎，这边好像还有，哎，这也是加拿大的，闽三改紫菜。这个是什么？上面这个。哎呀，白菜干啊，这个白菜干很好吃。哎，我要不要顺便买一点海带丝啊？买这个紫菜吧。对，泡面，我还要买泡面。我要买上，买点这个吧。好了，我今天要买紫菜，但是已经买到了，非常好。